军军旗。救国官。阅兵指挥官自三主持阅兵仪式。好，正月方队列队完毕，请你进院。是的。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乘车检阅同盟军部队。
是一支果敢人民的部队。这支部队在世界军事史上同样有着它的特殊性。果敢今天的和平，正是因为有了这支部队，才赢得了民族的发展、安静的环境与未来的前景。几十年来，这支部队经历了历史的磨练，从最初的果敢革命军到果敢人民解放军，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。一直以来，这支部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，始终以维护果敢民族利益为根本，捍卫民族尊严为使命，坚持民族团结，促进和平发展，为推动民族和平与国家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涉越官兵在仪仗队的引领下通过主席台和两侧观礼台，在仪仗队方队后面首先走出来的第一方队，他们是由第一特区干部学校学员的官兵组成。